之间在懒中的美美的。如果这样设计的人比较可以尝试的话，哇，其实也像这种。哇，今年很流行这种很像水彩画一样，好美，渐层那种蓝色的颜色，一套就可以出门。TVBS 欢乐台自学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。